台北驻旧金山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马中林做客娱乐漫谈，畅谈美中贸易战升温中的台湾处境。除了文化经济交流，商业往来也是马处长重要的使命。资深理财全面规划师 Master Life Financial 总裁伊旺尧将于9月29号举办万王之王免税财务策略讲座。2018是年金的大年，请踊跃参加座谈会。9月22号周六晚7点半准时收看娱乐漫谈。